那装备的话啦，悟空来讲的话，还是会以两件暴击装。哦，我刚买到一种，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，请做好准备。还是会以两件暴击装，然后再配合，那个天云虫之刃，那个雾川装备，这两个比较重要。哎，可别看我看得太入迷，害我打输哦。对，然后就是这个装备，这个清醒吊坠，这个是可以买的，因为前期开始的时候需要我们，那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一样，先刷我们的钱，然后因为两边都是锦，你要小心它滚怪射。不要被他白打，因为这样会很亏。我们的刀锋来抢这个，哦，抢到了！我这个牛魔王还往前，那他死定了。Hey guys， 一起来看我放的烟火吧！哦，他好像死了。对，他死掉了，没关系。真的不管怎么样都还是赚，因为我们成功的双杀，然后先耗一点塔的血量。这个塔的血量在前期就被打了这么多了，我们很快就可以拿到这座塔。啊靠呀 ！No， 不要！好好，他蛮仁慈的。请求集合。我们先往后，保护我方，再买一个，发起进攻，就吃一个魔力。可别看我看得太入迷，哦，他吃了一个蓝。开始撤退。哦，这边血量被他掉太多了，我们直接回城吧。这边是我失误，不应该掉那么多血量。想说光靠悟空的伤害可以把他秒杀，不过没有。开始撤退。过年的时候要多陪陪家人哦。哦哟。请求支援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拖住，我掏塔。好，拖住。我这后面那句话是随便讲的。哦，一个滚，一个送。赞呐！在一个翻滚射击，打出他大量的一个喷血。正在前往支援。一个胡言乱语了。我的哎，按错了，我把腰往前滚。啊！没关系，不急不急。再往前滚，然后利用那个远射程射手的一个点塔，你可以看到我可以在塔的外面一直不停地点到塔。没中哎、欸！这里把他点掉，偷偷的把他点掉。哇，好久没有玩锦哦，好有感觉，就是那一个刺激感，好像随时会戳起来的感觉。他把蓄势待发用掉了。对，把兵线推完之后，我们就去跑中路。敌人消失。你在这里很容易被抓。哦，被抓了。在前往支援。没事。进攻敌方防御塔。我们的下路兵线已经没有了，所以现在不用担心。别担心，姐姐会罩你的。别担心，姐姐会罩你的。差点被他大到，大到我就直接倒在地上。正在前往支援。好，我们要回下面，把这个塔掉。保护我方防御塔。等他的装备的话，他是出攻速血，感觉我有机会打赢他。
对，但我小心他从草丛滚出来。我的新衣服是东西坑塔。他不在草丛里面，吓我一跳，害我很紧张。哇，我 AD 之后有被害妄想症啊，感觉随时会戳起来。勇气推塔。这时候就先把一个卖掉吧，避免等一下要出装备没办法出。我们趁机去 A 塔，但没有一直没有人带魔龙，哎，就我觉得蛮可惜的。我们有好多机会可以吃魔龙。一起来看我放的烟火吧。一样，我们就一直 A 塔，不停的 A 塔，再偷一下。他一个大招空掉了，开始撤退。哦，他定到我了，差点就倒了。好，我们这一样，保持距离，拉好我们的输出位置，不能轻易的被抓到。试一下，没关系。啊！完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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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！What？ 我顺到哪里去了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但我们赢了。我只知道我们赢了。哦，这一关，呜呼！在下，啊！哇！各位观众，我跟你们讲一件事情，完全就是赛道的，好不好？我刚刚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我刚刚一个手抖，都快吓裂了。呜呜呜！给个大招。拉打风筝，哦，不行不行不行，那个可怕的，我要买什么啊？我买什么？我要买这个飓风双刀。An enemy has been defeated. Double tap. Hey guys, your tower has been destroyed. 我不知道哎，我刚刚闪现好像是被阿莱斯特那个定下来的，我记得我刚刚有按好才对。对啊，但如果你是看重播的观众，你可能会觉得我在好小。如果我真的讲错的话，你会觉得好。但我刚刚真的觉得我刚刚有，就是我刚刚有按到，就是逃跑的一个瞬移。哇，这个角色也太猛了吧！进攻魔龙，开始撤退。我们进攻魔龙。等一下将我们的沙弹出来之后，你就会很猛。请求集合。哇，他位移掉了，也是进场。我完蛋，完蛋，完蛋，危险，危险！一个大招，再往前滚。这时候再往前滚一个顺身，直接在他脸上射爆他，漂亮！好，这就漂亮的 GG 了这场游戏。又赛到一场。那个会战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，好不好？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但结论就是赢了。对，打这个也能靠赛，我觉得也是蛮好的。